有加拿大的维娟就曾经透露过，将会和苏网友 TJ 小分队。没想到在最新一集的 iTalk 当中，竟然出现了 TJ 小分队的练习画面，两人甚至直接表演给小娟看呢。厉害的是 TJ 小分队竟然还有手持全麦的表演现场，真让人赞叹不已。想真的有一天维娟和苏婉可以正式推出小分队，相信现在乃蔚蓝都已经非常的期待了吧。